说的这帮老年人几年在床上躺着，这家伙一坐都能站起来。啥玩意儿这么神奇？这效果也太惊人了吧！我看看，非要治疗法理疗中心，您要上店里一去了就知道怎么回事。据这位爆料人所说，这非药物治疗是一种叫做高电位理疗仪的仪器。售卖这种理疗仪的小店每天都有不少老人进去体验购买。那到底这理疗仪是怎么治病的呢？黄奕阳光生活会，单看这牌子呀，并不知道这家店是干嘛的。但是我们走近了以后可以看到门上写着免费体验净化血液根本疗法这样的字样。一进门，咱热线记者就看到小屋不大，放了好几排凳子，每个凳子上都有一个蓝色的坐垫，人还不少。可咱记者刚坐下，屁股还没捂热乎呢，就有一位工作人员把记者单独叫了出来，并没有询问病情，而是先问是谁介绍过来的。叫什么？姓王。叫王什么？王桂兰。王桂兰啊，知道了。他原来经常上这儿来，现在这两天没有过来。哎，我说大哥厉害呀，咱随便编个人你都认识啊。随后咱热线记者借腰疼为由来体验一把这个理疗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疾病起到一定的净化血液的效果，能够把那个身体里边的毒素能往外清一清。吃药嘛，导血融到血液当中呢，变得越来越粘稠。咱们做这个理疗的时候，主要就是把那个脏东西。这是那个电就进到身体里了吗？是的，就是能进到你的血管呀。可以的。工作人员说，这理疗仪能通过生物电到达体内，能分解粘稠的血液垃圾，疏通血管，以此来达到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如果你要感兴趣，这个理疗仪还可以卖。咱热线记者在网上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找到了这款理疗仪。这款仪器的适用范围一栏写着，用于缓解颈肩腰腿关节疾病和软组织损伤引起的慢性疼痛，但是这和理疗垫墙上贴着的治疗范围不太一样啊。